Start，我们就去买了一个，对啊，那个仰卧起坐机。嗯，因为啊，我怀念我年轻时候的六块肌，现在变成一块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说一块是一坨啊，一坨了哈。我们就把它讲一块嘛，听起来好像还有块，所以就想说来做做仰卧起坐机，因为以前我有买一个仰卧起坐机啊，嗯，啊都会在做啊，但后面就是一段时间没做之后，上班比较忙嘛，对，我那个仰卧起坐机后面就二手卖掉，嗯，哎、欸、那时候那个买仰卧起坐机的人还是开一台面炉的人，还给我载走，买二手。买二手，佮阿公会使说较俗个无？佮要交货时阵讲嘿啊，开面炉个，嗯，对啊。他就是这样节省，才有办法开冰室啦。啊，可能是爹也是这样，也是这样讲。那、嗯、我们现在要把它打开了。对，打开。这个看起来很大一个哎、欸。嗯，蛮大一个。嗯。哦，这个想说回来摆在那哦，我们现在 每天都有在运动哈、哦，那所以想说，如果说这个摆在看得到的地方，其实是今天要做对。哦，这个打开就好像就一块大板子哎。嗯，我把纸箱压着，然后大概。哦，好多工具哦！哇，好多哦！所以怎样？等一下要组合起来哦。应该是吧，那个店员说要组合。好想给阿金组合。那就可以不用动手做了。好，哦对啊。刚刚应该不要让他跑出去。对啊，让他不要跑出去，那就可以一起组了。嗯。会动吗？小心啊！哎，它还有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哦，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不想装上去的，就是第一个就可以拿掉。哎，这个就拿掉，我们就不要装就好了。待会给大家看图，为什么我们不想要这一个？对啊。然后就放地上放。先放地上。然后。一包工具，然后还有说明书。嗯。这个是在那个什么迪卡侬买的啦。对，迪卡侬买。我们去家乐福的时候，那个家乐福旁边都有那个迪卡侬啊。嗯，没错的。迪卡侬大家应该知道吧？不用介绍吧？我觉得一定都知道哎、欸。那个也是法国的那个运动品公司啊。运动公司，嗯。嘿。运动用品公司。运动用品，就专门在卖运动用品的。而且各位，你知道吗？我们去看的时候啊，然后请店员跟我们讲。介绍出这台怎么用，然后到后面我们要买的时候啊，他一脸好像说：“哈，你们真的要买吗？”很可爱。哎，对啊，我说啊，这样子大家拢萌萌那不，大家拢萌萌生生不能买吗？应该是。你们真的要买吗？对啊。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对。哇，这只小心放进去。想用它哦，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一个这样锁起来，让它分开来。嗯，那就把所有的零件包装全部拆掉了。对对对，这个这台买一千多少？1450还是1490？啊，一千对啊，1400多，还大概1500左右吧。1500左右。嗯。不知道1450还1490吗？对，不记得。网络也有很多在卖这个，但是我想说就去那边哈，因为去家乐福那边正好旁边地方呢有现场的东西可以看。嗯，哎呦，我觉得有食品可以看也是那个到实体店铺买东西的好处。对啊，买东西的好处。万一如果说在网络上买，然后这个这么大件啊。到时候真的不合意的时候要退货，我觉得我拆拆，我甲想办法组合回去。嘿，对啊。哦，那就废弃了。差不多哈。这个不像那个我网购衣服或鞋子来，可能
看不合适，退货的话还比较方便。那小东西，嗯，我帮你拉这一桶啊。好，帮我拉这一桶。耶、yeah. 欸。这里卡住。偶尔的时候，我们的观众哈，年纪都会跟有些是跟我们相反的。相反的，嗯。那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现在我们这种年纪啊，如果体态哈不做调整啊，不努力一下哈，以后年纪更大可能会更动不了，有可能。哎呀，然后就更懒得去动了，对，就更懒得去动了。嗯，所以想说这逼自己一下，逼自己一下。嗯，连板子都买回来了，干杯！很有决心。决心啊，各位，你有看到决心吗？让一坨再度变回六块。对。这样吗？没错。没错。哇、哦，它这个应该是这样。我先把它放这。好。我把那个这一包把它拆开来看，待会你就用到了。对，按那个螺丝。哎、欸，不，不是这个，是不是红色这种？那、欸、应该是吧。你那个小本本。啊，所以这个应该是那两只啊，那个牛角的。哦，牛角的，哦，就是我们不装的牛角。对，我们不装的牛角。看一下小本本。我觉得那个扶手看起来有点。你现在要装的应该是这一种有头的。哦，有头的这一种。嗯。对，你现在手上那一个。那就是一个是 A， 你现在装在上面的是 F， 是红色的啊。这个 A 是要装在下面的。好 ，A 是要装下面的。嗯，好。好没有对好。嗯，好像没有对好。螺丝哈，哎 ，F 有螺丝吗 ？F 没有螺帽，有螺帽的只有 A，A 只有放进 ，F 只有放进去。F 没有 ，F 没有螺 ，F 没有螺帽，只有砍进去而已。对，嗯，为什么它这个这样折不进去？豆冰色，逆时针。哦，我要逆时针试试看。是要拿我们家的手把，我们家的手把都有手把盒比较好用。我们家的工具箱很多。嗯。那种是扳手的吗？对。这一种吗？对。嗯。对，我会用。对，那这样开口太大了。对啊，
起来了。然后这个是哪一个？那一个是一啊，那个的是上面对不对？嗯，上面是一。啊，一是锁这个吗？一的话，一是这个。嗯，我把它拿出来。一的话是两个。嗯。所以你待会这个红色的是要从这边穿过去。对对对，小心哦。诶，所以这个是一，为什么有两个？一个是上面，一个是下面。哦，好好，这是下面的。对。你有在拍吗？没有。有。我给你看。嗯，让他去录，录给大家看你装。好，啊，那这个应该就是在这儿。一总共有三个，对不对？一总共有，对。好，所以这个六应该是在这儿。各位要有决心。又决心了。因为我看了之后，就那个大家中年发福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中年发福是，像我们如果这种年纪，那个体能每天都很正常，都在下降嘛。因为毕竟我们不像那种三十几岁的那种，那体能都还很好，在壮年嘛。我们现在。四开头的人都是一定说是四开头，对，那三开头的还感受不到了，可能像那个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的话就觉得没有那个体力不好的感觉。对，没有体力不好的感觉。啊，所以啊，这个要这个时候，哎，他这个画面怎么这样歪掉吗？这里有默契，默契，品质有品质上的问题，大家看一下。买回来就打开的时候，这个是一直都是默契。好，这里，而且呢就正常，不过偶尔会出现这种状况，那算了。还 OK 呢，还 OK 可以用就好了。我们不是那个牛魔塞的人。对，好，各位，那酱就煮好了耶。啊，完成了。对啊。失败呀。啊，完成了。完成了，还。但是它还有这些小东西耶，是手把牛魔那个牛角的。牛角的是这只的。玩具吗？应该是吧。牛魔王。对。啊，这次我们不装啊，因为这次装在这里啊，不知道干嘛，觉得下来好像都会去动到自己。嗯，这一次我们暂时不行。嗯，啊，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东西。嗯，大家如果有去卖场，也可以去看看。他就是用这个，还要去什么？用这只仰卧起啊，用浮力挺身啊。嗯。还是扶这只在那边。运动方式有很多。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那只底下安尼，我要上销拢感觉做难要。嗯。不能紧再，就是甲吐掉无。哈哈。安尼啊。对。可以。好，对，那这样就完成了。那可以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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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把手就是这里的小鱼使用，还有用这样，但是用这样有点愚蠢。干杯在现场有做，对，可不好做。那不好做啊。这样是咋样？有点有趣耶，还有这口菜。啊，他可以这样做吧，就这样吧。行吗？你觉得会通吗？哎，这样好像还可以。那好像还可以耶。嗯，所以这一头的可以。哎，这头可以。啊，但是。因为它这个是 有靠着嘛，嗯，它、啊、那个是锁在下面呢、啊，这个靠那两只是螺丝，没通，没通，嗯，那两只接着的，嗯，说的是，我现在就像这样，还蛮不错的，哎，我来做给大家看一下，好像有点高哦，不用太高了，嗯。脱鞋子，看你做呢，啊，你穿我裤呢？穿我裤要紧，我做一个。哦，好。好啊，借用一下。远远的拍你，高度应该可以吧？还是太高？嗯，高度可以。可以哈。哎，高度还可以，就跟我们在那边试做的时候差不多。他也是跳这个高度。我们这个也可以让它下来一点嘛。嗯。哦，我就觉得还可以啊。嗯，可以就行了，不要再动它了。哎，够也不错。哎，好像还通哦。我感觉我这样已经开始瘦了。你不是只是要把一块分六块吗？啊，对。我就觉得我现在开始已经有一块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练结实的，这个如果要瘦。对，这个是哎，恭喜来。瘦还是要吃东西，减少吃东西的量，不要吃太多。用饮食来控制。对，实际上你一直运动的话，哈，你会吃的东西会吃更多，就是因为在消耗热量，特别容易饿吧。对。啊，所以运动来讲的话，会让身体变结实。嗯。哎，其实是变结实，不是、就是、不是在变瘦。还有就是训练一些肌耐力。对，肌耐力，那你的那个神经啊，嗯、反应啊，嗯，哦，对，细胞。会更活络一点。对啊，对啊，对啊，不要说哎，吃饱睡，睡饱吃，然后他就会一起这样，他也跟着我们瘫在沙发上。哎，对，没错，就是这样。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嗯，我们还买一个。我们还买了什么？哦，哎，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你忘记了哈、啊？因为这我因为那是你的工具。这是要干嘛？这个就是仰卧起坐吧。不过我不知道它这个怎么都是有一点点，它三不拉是，哎，凹凹呢，哎，你这有那个袋子，还有这个就是做立体声的，哦，感觉很难呢，那久没有做，会较无力，较无力，哎。啊，不过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说它这个可以在这一头做，不然那一个就可以不用。哎、欸，对，所以这我变成隔壁。哦。哎。嗯。因为那时候我看那个先生在挑嘛，他还跟我们讲说这个比较便宜，这个比较好。他还说 CP 值很高。哎、欸，对，这两个才149块而已。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看别组。别组的。啊，他看这组，他跟我们说，买这一组就可以。对，这一组就好，不要买那个300多的。嗯。啊，但是回来我装的时候发现说，哎、欸，这个也可以做啊。这个有一个角度是不是比较容易做？这个哈，是啊，因为你没有整个浮在地上的话，其实会比较 OK 了，嗯，比较没那么用力。好，啊，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开箱的，买的这个，好 ，OK， 给大家分享好 ，OK， 那就下次你们见了，拜拜，拜拜。